行，这下啊，哎，这事说定了，就麻烦你辛苦一趟吧。嗨，干娘，瞧您说的。冬青虽然答应了，可她心里还不愿意呢。干娘，你就放心吧。啊，媳妇娶进门，大活人放在那儿，我就不相信她不动心。冬青又不是和尚，<笑>嘴巴真甜。哎呀，都说养儿子好，可是我那儿子还不如干儿子一半呢。哎，干娘，瞧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哪有冬青好啊！娘，今天好些了吗？还没死呢。刘妈，我的药熬好了没有啊？熬好了，咱们去吃药吧。哎，干娘，娘。哎。 您放心吃药啊，这事就交给我了啊。你要小心，多休息。叛徒！哎，冬青，干嘛？坐下，坐下，坐下。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但是你把我踹水里了，咱俩扯平了。哎，我一想到娶媳妇的事，我心里就窝囊。要不说。 我是你大哥，你是我兄弟呢，我这有一主意。哎，不用了，我怕了你的什么好主意了。结婚是要一男一女吧？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事得双方点头。我到苏州下聘礼，把你说成一恶少，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把那姑娘给吓回去。人家一撤火，你这儿一摇头，干娘那也没辙。这行吗？当然行了。 我罗志祥这张嘴，能把死人说的从棺材里出来唱歌，更何况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哎呀，大少爷，行了，来，我请你吃饭赔罪，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走了。易家大小姐，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还真敢来！大家都是做买卖的，你进我还。好。 玉大小姐既然这么有胆色，那我也不说什么废话了。这张银票，大小姐拿去吧。哎，别急呀，这条件我还没说呢。你说，条件不多，到时候还不上钱的话，我只要玉家两样东西。什么东西？这第一嘛，就是玉家的绣房。啊，这第二。 我就要大小姐的这双手。你说什么？我听闻大小姐曾在灵堂上说要全家齐心协力来还清欠款，可今天我还什么都不要，就要大小姐这双手。我这是黑店，讲的是江湖的规矩，怎么样，大小姐？害怕了吧？ 好，咱们一言为定。<笑>你哪来的钱啊？娘，别问那么多了。武侠，你先告诉我，你到底哪来的钱？我知道，你是为了绣房，你是为了争这口气。 余家到现在这个地步，娘对不起你爹。娘再也撑不住这副担子了。娘，我答应过爹，一定要保住绣房。我知道你心里苦。娘已经为你想好了，霍家是大户人家，霍家大少爷看上去也是个好人，应该不会为难你的。娘，我不想家，我不想离开娘，不想离开妹妹。 我打算把这个老宅子卖了，把债都还了。带上你的两个妹妹，去赵叔的老家。到了那儿，我们会好好生活，我们都能自食其力。乡下日子简单，慢慢的，我们都会好起来的。只要你嫁到霍家以后，心里想着我们就行了。娘，我不想嫁。
我不想嫁到霍家去，我不去。娘也不愿意你嫁过去啊。娘，你刚才说谁要嫁到北平？芷兰，霍家提亲的花队很快就要到我们家了，你姐姐吴霞为了我们家要嫁给北平霍家的大少爷了。路要靠自己走，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哎，有机会就有生机，只要努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而且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真的吗，小四？真的，吴霞，我会永远在后面支持你。土地爷爷，有机会就有生机。你说，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吗？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他嫁给了霍冬青？来，请。请。夫人，这位就是霍家来下定的罗先生。夫人好。罗先生，你请坐吧。请。有劳罗先生亲自跑这一趟。不过，怎么，夫人嫌我们彩礼少，
哦，不是这个意思，我考虑再三，决定退了这门亲事。夫人，您不会是在开玩笑吧？不，我没有开玩笑。吴霞实在太可怜了，我们就是卖房子卖地，也不能卖姑娘啊。是啊，我愿意。吴霞，娘，这门亲事我答应了。吴霞，这位先生，谢谢你专程跑一趟，我愿意嫁给霍少爷。我可怜的女儿，娘，我真心实意的愿意嫁给他，我愿意嫁。不想。怎么，玉家这么大的喜事儿也不通知我一声啊？你又来这个干什么？我来祝贺大小姐嫁得好。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嗯，大小姐还认识我吗？要走了，你欠我们的债。你们这些人太卑鄙了，你们都是一伙的。大小姐，我早就跟你说过，整个苏州城啊，胡都统就占了一半，你是不是太天真了？哟，大小姐的手好漂亮啊，可惜，可惜呀！几个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胡都统，有点不合适吧？哪儿窜出来的耗子啊，多管闲事儿。哼，鄙人姓罗，罗志香，霍家大少爷霍东卿的拜把兄弟。胡都统，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还望赏个脸吃块喜饼。哼，你少拿北平霍家来压我，我是个大老粗，没钱就拿绣房还。是啊，我看谁敢倒退。别打了，我玉无暇是讲信用的人，我曾在我爹灵堂上发过誓，我就算绣到死也会把钱还上。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明天来我们家，我一定还给你们。别打！哎呦，别打！哎呦，哎。
我说过，这女人不能欺负，女人的手也不能碰。四爷，还想要玉家大小姐的双手吗？不要了，不敢了，不敢了，饶命啊！接着打！哎，饶命啊！哎哎呦，我的小宝贝儿，想死我了！哎，谁？怎么回事啊？你们是谁啊？哎，你干什么你啊？吴都统，姓胡的，还记得我吗？你是？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是谁？你是我罗兄弟啊！罗爷爷，你是我罗爷爷。听说你老婆大肚子了，怪不得你不老实，跑到这儿风流快活。罗爷爷，求求你别告诉我老婆，别告诉我老婆呀！我听说你这个都统宝座，全靠你老婆在坐上的。你既然这么怕老婆，还敢跑到这儿逍遥？如果这几张照片到了尊夫人手里，我不知道你这个都统的宝座还能不能保得住。罗爷爷，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辛苦小妹了。你听好了，现在玉家和霍家联姻了。玉家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如果你再到玉家去捣乱，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我明白，我明白，明白就好。对了，都统大人白天没有赏脸吃我给的喜饼，现在一定饿了吧？赶紧吃吧。快点吃。好，我马上吃。好吃吗？好吃，好吃。罗爷爷，别告诉我老婆啊。那就聪明点，钱你也拿到了，想要的也都给你了，何必跟自己过意不去呢？好，都吃过。请罗先生。
娘，你在干什么呀？我帮你。雾霞，你马上就要出嫁了，娘想把这块匾传给你，你好好留着。娘，我怎么能要玉家的名号呢？玉家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唯一就是这块匾是值得骄傲的东西。让他陪着你出嫁，只有他的这份荣耀才配得上你。娘这辈子，娘没有好好疼你爱你，却要你为了玉家做出这样的牺牲。娘，我是心甘情愿的，无怨无悔。啊，娘，您这是干什么呀？娘，快起来！无暇，娘这一跪，为玉家，也为你爹，为你两个妹妹，为全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娘，您别这么说，我心里难受。咱们娘儿俩这辈子就是聚少离多，好孩子，别怪我。娘，我真的是心甘情愿的。您不是说我没有过过好日子吗？我听说霍家也是大户人家，他们不会亏待我的。再说我小的时候是在静怡庵长大的，我会照顾自己的。娘，您就放心吧。无暇，娘，上我家您慢走啊，以后多关照。哎，好说好说，慢走慢走啊。好，慢走啊。哎，小四，你来的正好啊。怎么了？玉家就要往外嫁女儿了，在我这儿订了喜饼喜帖。你这大秀才，一手好字，来来来，快写喜帖，都是好极的诚意啊。老板，你说谁家嫁女儿？你没看见赵管家刚走吗？玉府的小姐就快出嫁了，嫁到北平霍家。老板，玉家有三个女儿呢，你说哪一个？是他家老大，大小姐，没听说过先嫁老二的。哎，小四，跑这么着急干什么？吴霞，这样吧，我们去小河边，我正好有事情要告诉你。我才刚要去找你，你就来了。吴霞，听说你要走是吗？你要去北平？怎么那么突然呢，吴霞？你都没见过那个人，你怎么能嫁给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呢？吴霞，你告诉我，你爱那个人吗？吴霞不懂得什么是爱，我连那个人的面都没有见过。那你为什么就愿意啊？我的意愿并不重要，很多事情自己都不能决定。不过，你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是你鼓励了我。我怎么鼓励你了，吴霞？我说什么了？你别听我说，我那都是瞎说的，吴霞。那天你告诉我，要做新女性。吴霞，新女性不是这样的，新女性是能够左右自己命运的女性，是自强的，是勇敢的新女性。人有的时候，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但是，却可以改变别人的命运。如果我这么做，能让我娘、我妹妹、我的家人都平平安安的，那我就是勇敢的新女性。吴霞，你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你这叫出卖自己。出卖？我不认为这是出卖，是牺牲。小四，你曾经说过，无论我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支持我的，对吗？
小姐好。你告诉他，咱也知道。昊庭，今天是武侠出嫁的日子，你泉下有知的话，一定要保佑武侠。姐，哇，好漂亮啊！武侠，娘，您别难过，我从来都没埋怨过您和爹，这一切都是我乐意的，您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您看，我终于有家了，我有娘，有爹，还有芷兰和红玉，以后到了北平，还有我的娘，您帮我看看，我这嫁衣合适吗？合适，合身。你的绣工一点都没有给你爹丢脸，穿到北平去，让霍家的人好好看看。无暇，你一个人到北平，娘照顾不到你，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娘，您别难过了，等我走了以后，家里还有芷兰和红玉，他们两个都比我强，都会好好的照顾您，孝顺您的。来，您喝茶。我到了北平，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您放心吧。无暇，这十八年来，娘没有对你尽到母亲的责任，娘心里头惭愧呀。爹，您放心吧，您把这个家托付给我，我听您的话走上这条路，虽然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我希望您在冥冥之中保佑我，让我一路走好。三妹，别再哭了，我走以后你要好好的听娘和二姐的话，好好读书，好好孝顺娘，知道了吗？嗯，芷兰，往后这个家就靠你了，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看法，
我希望你看在爹的份上，好好照顾三妹和娘。要嫁就嫁吧，等你去了北平以后，还会记得我们吗？出嫁也好，回家也好，我都只不过是玉家的二小姐，哪能跟你比啊？霍家的大少奶奶。芷兰，吴霞今天就要出嫁了，你就不能说句祝福她的话吗？芷兰，你别这么想，我没有哪点可以跟你比的。你漂亮、大方，又念过那么多书，我怎么忍心把你送到北平去呢？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我，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情，我走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娘，照顾红玉，他们都是和你血肉相连的。你没回来的时候，爹原本就是要把这个家交给我的。既然我身上流着玉家的血，我就是玉家的一份子。纵使你不在这里，我也会好好照顾妹妹，照顾娘，支撑这个家。夫人，吉时已到，我们出发吧。好。赵儿，哎，牌匾怎么放在最后啊？夫人，您不是吩咐说要把这牌匾当作大小姐最金贵的嫁妆一起抬到北平去吗？那就应该放在最前头，这是我们玉家的脸面呀。是。来呀，把我们玉家天下第一绣的牌匾抬到最前面。是。娘走了。嗯。今天热闹吧？新郎官到！开心开心啊！Thank you.
新郎官，怎么着，也不跟我这大媒人喝一个，太不够意思了。来，咱哥俩喝一杯。来，算了吧。你要是真想跟我喝酒的话，我们另找一处僻静的地方。这里乱糟糟的，我没兴致。臭小子啊，你这是新人进洞房，没破料过墙啊！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大哥，大哥，大哥，新嫂子长什么样？你带我去见见她吧。要看，你自己去看吧。别来烦我，走。大哥，娘，大哥不带我去看新嫂子，不看就不看，有什么了不起的呀？等你以后长大了，您娶了媳妇儿，你也不给他看。不嘛，我就要看新嫂子，我就要看嘛。哎呀，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呀？这个家都是你大哥的，你休想蹬鼻子上脸啊！你听见没有？嘿，我说话呢。这孩子，啊，你听见没有？我说你说什么呢？你啊，他大哥怎么了？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说话就带刺儿，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我养的儿子，我自己管，你大娘管得着吗？废话，东康是不是霍家的人？嗯，来，我管不了你了，也不怕人笑话。你都不怕，我怕什么呀？你少说一句吧。你少说一句吧。哎哎哎，你们闲着没事干是吧？人家亲家不在这干坐着，陪人家说说话去。去呀、啊。志祥，哎，跟干爹过去，那儿有几个人不服，是吗？好好跟他划两拳。走，来，来来来，亲家母，别拘束啊，女儿嫁到我们家，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是啊，是啊，虽然你们是小地方来的人，可是我们家老爷呀，一点都不计较，还让我们呀要善待亲家呢，说眼眶子不能那么浅。是啊，日后呢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们能帮就帮，绝不能袖手旁观。是啊是啊，哪个皇帝没几个穷亲戚呢？你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来，喝点啊！来，多喝点。好。现在应该叫你姐夫才对。你们真是大户人家，有放不完的烟花爆竹。在苏州的时候，你只是来谈生意的霍大少爷。一转眼就变成了我的大姐夫，想想一点也不真实。
像是做梦一样。玉小姐，二妹。浪滔滔，爱恨谁知道，好不好？